心跳骤停，肾上腺素抑制。 主持，恢复窦性心率，病人的体温下来了。于斌，你继续检查呼吸道细菌采样，准备验拭子。 上下呼吸道并发多重病原菌共同感染，有传染性，不能依赖。要不要上针灸？等一下，病人处于无意识状态，具有最大诱发力。这是为什么呢？病人以往有癫痫病史，应该是刚才的高热导致了癫痫的发作。很好，那该怎么处理呢？采用抗癫痫。 应急院处理。记录，接下来持续观察，降体温，抗癫痫复发。备注：考虑抗癫痫治疗，联系神经内科会诊。 今年回不去了。常年在武汉上班，两年都没回家，三个春节你都值班，今年就请一次假吧。能到全国前十的科室学习，我不抓紧多学点，对不起大家呀。你就对得起我了，对得起你爸了。这个机会太难得了，等学习结束，我回山东啊，多陪你们几天。不能信你妈，这去年、前年你都这样说，儿子。 儿子，岳飞医生，干嘛呢？十一病区找你，快去啊！哎，来了。妈，我得工作了，挂了啊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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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来来来，起帆起帆起帆！哎呀，风太大了，洒点水。嗯，马上就好，你就起一点风。不晓得几点钟才到啊？哼，快了吧。 好热闹哦！爸，妈，姐夫，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姐，三位好吗？来过来过来，过来，辛苦了，辛苦辛苦。来，小姐，来来来，师傅，哎，要用车，只管坐啊！辛苦辛苦，再见喽！好好好，再见，哎，不用谢不用谢，是家人。你俩能说，小心点，注意安全啊！好嘞好嘞好嘞，你们就跟谁结的？再见，再见。 小心点哈，慢点啊！哎，好，哎呀，好蠢，怎么跳？不跳了，妈妈打，妈妈打，给妈妈打，来来，妈妈打一个。陈，哎，罗莎累不累啊？圈的这么薄，怎么会不生病？哎，小鸡，哎，一定要圈这么薄才是好看呐！每次都说一样的话，你不犯一样的错误，我每次说一样的话，什么时候才长大？ 我已经长大了，我现在可是武汉京口第一综合卫生院的检验科医生，能照顾社区上千人呢，还照顾了自己啊！你能干，你好能干，你最能干了。切水果，来，青椒子，上去，青椒，来，少吃点，准备吃饭啊。 师傅早，下一个客人先坐。小刘。
你帮我把酒房的病历给我拿过来。好。哎，哎，石九，科里什么情况啊？怎么都炸群了？病人突然间暴增，是有点熬不过来，而且现在啊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都得24小时加班呢。刘老师，您怎么来了？袁老，袁老。 您腿刚做完手术，不能动弹。大家弄完生这样了，我能给钱去吗？袁老师，您家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跟师弟师妹。你们学习怎么办呀？我们怎么毕业呀？我跟洪主任说了，如果我死了，他接手，当你们的导师。不是，哎，袁老师，医生，又有个师兄弟。师兄，你再劝劝老师。我劝，我劝得住吗？这都是个倔老头。啊，哎，师兄。 情况我会转告他的。武汉那边不容乐观，但是我们是全力支持你回去。不过洪主任，他是希望你留在上海。为什么呀？他说的有道理。一线医生是最危险的，如果你们整个科都倒下了，他还指望你去重建呢。他现在啊，是把你当火种保护起来了。保护？ 我们的工作不就是保护别人吗？没错。但是作为领导，我洪主任又多了一层职责，就是保护好你们。行了，别再多想了，就安心待在上海学习吧。啊。我想这个两个艺术的优先。传叔，白天加油。 好的来了，因为现在一旦有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啊，这个感染的话，我们确实积累了一定的经验。有一些呢，有低氧血症，我们很快的用上这个，不单是一般的氧疗，或者说是用面罩通气、高浓度的氧疗等等，这治疗的措施跟支持疗法是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不能因为这个疾病呢是现在是刚处于一个起始阶段。 那么在现在的病死率呢，不能说明全面，恐怕还得看它这个疾病的发展，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，我想我们还是应该提高警惕的，当前这个情况并不能代表它的全貌，因为这个疾病刚刚开始，也处于一个爬坡的阶段，另外一个呢就是，也有这个因素在里面，为什么呢？我是昨天去武汉的，前天、昨天、今天这个情况都有不同。 所以现在呢，也在一定意义上说明呢，现在这个疾病呢在局部的你刚从武汉回来，真都没严重吧？国内我们还打算去武汉玩，去呢？摆在柜台上吧，摆在柜台上。它不单是集中在武汉，而且呢集中在两个区，这两个区的障碍大概占了40%。那么这两个区有一个特点呢，就是。 有一个比较大的所谓海鲜，海鲜是放点儿啊。好的好的。喂，阿婆。刚才我起药，我不小心把药盒子打掉了，你给我分好的药，全都泼出去了。没事，您别着急，我在慢慢跟您说。 您早中晚吃的药都不一样，早上呢是一片白色圆形，一片白色椭圆和一个棕色圆形的，还有一个绿色胶囊。中午呢就是，哎呀，我头晕，我分不清楚，会不会是染上病毒了啊？不会的，您这就是血压高。你的豆芽已去圆了，我和它。 一起跳过广场舞，隔两天头晕心难。我要不要可以医院查子啊？阿婆，现在千万不能去医院啊，容易交叉感染的。我请同事去家里看看您吧，千万别去医院啊。喂。
出什么事儿了？秦小鱼，把这给我。附近的居民全部都吓坏了，全部都涌到卫生间来做检测。你看，要让我一个急需救办，我现在呼吸无收，手脚都麻。现在还有这么多人都在等着呢，我都要急死了。老罗呢？老罗急晕了，他现在已经累晕倒了。你要不咱，让他坐进来急救没有人了。赶紧请总院支援一下呀！总院人手也不够啊，病人机我更急。那帮个忙。进出武汉的私家车辆开始进行抽检，与此同时，公共场所及公共交通的管理也在加强，一些新型红外测温仪已经陆续在机场和火车站等地安装。 日期轴线的感染人数已经预测出来了，再过几天就要井喷了。这是2020按照2.5来预测的，应该没有那么糟糕吧？也许会更糟糕。刚刚感染过年，人员的流动会加剧病毒的传播。你做个小程序发给我吧，我得时刻观察预测结果。好。 刚刚宣布了，武汉封城，10点开始。是好事儿。龙一，来来来，坐起来，你看看，妈妈给你准备了么子啊。 看，本命年呐，要穿红内衣、红内裤，驱邪保平安呢。哦，你看，红内衣，我12岁嘛，我现在24岁了。你还小得你24啊？啊，这事情都哪一样？我到底怎么做，你才能觉得我是个大人嘛？等你呀，真正的像个大人一样。 你举报告是什么事啊？没有，辣条啊！没有，你还在吃辣条啊？没吃呢。哎，哪里啊？没有。在哪里啊？你在跟你整？你藏在哪里啊？那，都高中都不许你骑，你现在自己当医生了还管不住，没收了哦。还有没有啊？辣条也是红色的，也可以行。你还顶嘴了？藏到哪里啊？ 阿婆，怎么了？永怡啊，你听我讲，我有三个存折，一个在我床垫子兜里，冯道台，一个。阿婆，我说过多少遍了，您没事的。 等哈子，我把密码告诉你，我就相信你国能，求你办件事。我老板挨祸，我们武汉的米酒，每年我都给他送上一罐。那些钱你拿到。 明年替我买米酒。阿婆，你等着我，我尽快回去。来来来，趁热尝一尝。大哥，我把你拽过来包饺子，就想让你放松一下。
你这都几天没睡了，快崩了！你看看，等会儿再看啊。上座，拿着，拍个照，给叔叔阿姨发过去，让他们放心。开心点儿，一二三，好，我给你拍照，再给他们发过去。来，好，来。一、二，师兄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是没辙了，劝都劝不住，你看看吧，老爷子。今年春晚看你的了。哎，少说话，多干活。我们在医院啊，医病太多了，都把这电梯啊都给占了，没有人啊，只能走这通道了。现在是人手不够用，老爷子呢，非要过来帮忙。不行，说什么我都得回去。哎，哎，别慌啊！来来来，把碗摆起来，还有两个菜啊。来喽来喽。哦。虾虾要放到我容易面前的，嗯，啊，鱼也要在这里。我想回武汉。啊？水平都比你高，你回客有么子用啊？啊，他爸，你说嘞？爸，你说过的，你种的地喂不饱所有人，但是能喂饱一个是一个。那我也救不了所有人，能救一个是一个吧。真要回去？真的要回去？我早就想好了，不光是陈阿婆，卫生院也需要人手。爸，医生。就是给人看病的。你身体不好，没医生给你看病，这都会难受吗？你想想。文明点，你那个红内衣、红内裤要记得穿好啊！爸，你去哪儿啊？我这汽车都停了，500多里地呢。我去看看，看朋友还是亲戚那儿，能不能借个汽车回来。大家大家
检查一下自己的证件都有没有带齐。咱们马上就要出发了。我们非常抱歉地通知您，您乘坐的飞往深圳的 CZ2196航班，由于航路管制原因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这是我的证件，我想加入医疗队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医疗队已经满员了。啊？不接受临时报名。大家抓紧时间检查装备，我要有医疗证明啊。同志，我不加入医疗队了，我和你们一起走行吗？但是我们飞机上已经没有座位了，有好几个人都和你一样的情况，真的没有办法。要不你等下一批吧。那个旗子，旗子飞一下。哎，大家拿上自己的行李，我们要出发了啊！前往合肥的旅客请注意，我们非常抱歉的通知您，您乘坐的 MU2516次航班，由于航路管制原因不能按时登机，请等候通知。过去的2019年季汉年，望向历史交响了一份合格的答卷。不需影响动作。哎，哎，二舅来了。二舅来了，快进，坐吧，二舅。啊，不坐了，不坐。妈，二舅来了，坐，喝点东西吧，二舅。啊，不喝，不喝。这是新的。哎，不，好。哎，姐。哎，你来了。哎，走啊。怎么样？去长沙的航班最早也得初四了，春运到台检查了。前往北京的旅客，经济舱没了，商务舱可以。不等他们了吧？实在不好意思啊，飞机也没法加速。加速？对呀。姐，爹娘岁数都大了，我也怕。姐夫，姐，也许这就是天意，让容易在家多一哈吧。没事儿，借不到车没关系，我骑车去。你。尊敬的各位旅客，哎，别关门，别关门，别关门。开往长沙的 Z247。将停止检票，请还未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。尊敬的各位乘客，由上海开往长沙的 A2，还有一个，让呢？好，行。长沙，然后呢？封城了，这是离武汉最近的地方了，剩下200多公里想办法吧。哎，拜托你这事儿帮个忙吧，你帮我把房退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这桌子是我的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不回来了？那边等着我呢，应该是要打持久战。Thank you.
外层民警就注意了啊！在抗击新冠肺炎期间，大家务必要做到不穿门、不聚集，包括干部上喊回去。哎，你干什么的？叫你们不聚集的呢？回去！快回去！跟你说还得走。今天不聚餐，是为了明天还能够吃上饭。 不穿门，是为了今后还要吃的。我们的指挥，勤洗手，戴口罩。王爷，把饭带到路上去，来，饭带到路上去，不带了，太麻烦了，我路上买着吃。你不吃饭不行啊？没事的，那你路上要买哦。放心，你身体不好，记得吃药啊。我晓得，照顾好你跟我爸。 放心吧，自己像个儿一样，还管我们嘞。我是大人了，不是小孩。大人现在这个情况，你千万别去串门拜年。我爸爸来了，慢点，慢点，哎呀呀呀呀！通行证，得要通行证。爸开好了，那还好，我还可以陪你骑一段呢。让爸爸陪你骑一段。哦哦，哎，不是，你别陪我骑呀，爸。 妈一个人在家，我不放心啊！哎，我又没这么不放心的，爸爸陪你呀、啊。你莫操心妈妈了啊！你自己注意安全呐、啊。我心里一串。哎，乖呀。哎，来，把这装上。收好，收好。收好啊！这通行证收好。好。嗯。这不带了。哎，不行，重不带。哦。行了，你们回去吧。啊、哦。 慢点，注意安全啊！快回来哦！放心吧，我上小学每天骑20里路呢，就是这辆车呀。你们那时候都不担心，现在怎么担心了？ 好好好。我哭了。那个曼美人第一天都要娶人吗？就希望他一辈子容易的，才起了容易这个名字。我的娘！走了一条不容易走的路。 喂，喂，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！今天可是大年初一。我没想不开啊。没有。那你大过年的跑江边干什么去了？那你还过一下账目，过一下没有，不好意思。我有武汉要过长江大桥的嘛。过桥？怎么心态还崩了？我车坏了，我没办法骑车过桥了。等等。
你是说你要从京汉大桥骑车去武汉？250公里呢？对啊，从家到大桥我已经骑了50里路了，却是这个结果，气得我头都晕。你不是气晕了，你是低血糖了。你听我的，你赶紧吃点东西，别真的低血糖了啊。喂喂喂，进隧道没信号，马上到站了啊。现在不能吃你们，等到最关键的时候。你好，请出示一下证据啊。谢谢。小姑娘，你干什么去？我不是个小姑娘啊，我是个医生。和我聊天，分享一首我喜欢的歌。有一种力量无人能抵挡，它永不言败，生来倔强。有一种理想照亮了迷茫，在那些半荣耀的地方。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，昂上天胸，遥望那些年的气质，在那降临时，你我患难与共，互助关爱却不无动于衷。真相对白，真实练习，勇敢面对未来，期盼着英雄们平安的归来。从不妥协，那你有个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我不再是昨天，哪怕身体如何模样，只因这些话叫我没有什么能够阻挡。我不在乎别人是否对我嘲笑，因为曾经我也是那样的渺小。乘风破浪，就像踏步在长征的路上，誓言捍卫这片大地，千般的目光，我为我的祖国而感到骄傲，就让呼吸勇气，自由的飘。有一种力量无人能抵挡，它永不言败，生来倔强。春节期间我们这里租车必须按7天起租，从这儿到武汉也就4个小时车程，你这是白白浪费6.5天的租金，你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总共是3200元，你确定？确定。来，那麻烦你出示一下身份证、驾照还有信用卡。身份证、驾照。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住在医院？啊，我是那儿的医生，我们是集体户口，要赶回去一线。你怎么证明？这些你先说。跟我来。
车我给你派，但系统改不了，只能按七天算。到时候我替你申请租金全免，把钱都退给你。要是公司不退，我个人退给你。全国人民都在支持我们。今天你在逆行，此时此刻，全国人民正在通过各自的方法全力支援武汉。我作为其中的一员，我当然得支持你。请接受一名老兵对你的敬意。其实，我们也算是同行者。看来是天意让我骑车的。这是他今天呀、从凌晨到现在的体温，他现在血氧值一直很低，上不来。之前讨论过之后呢，想按照方案一按这个执行，您看看行不行啊？行，就按照你的方案来。好嘞，老崔，来。哎，老崔，你把这个东西啊记录下来，一会儿把这个换一个输液的方式。袁老师。路上耽搁了一下，我正在赶路呢，差不多晚上就到。哎呀，我给你打电话呀、我就是想告诉你一个事儿。